想要教程的往后看哦。先来吃一个金针菇。蟹排。豆卷，烤年糕，鸡柳。烤面筋，鱼豆腐，烤臭豆腐。再来两根火山石烤肠，卷到生菜，最后再来喝杯百香果茶。先来吃第一个流汁大宽粉。满分。再来吃第二个，这个是麻酱面哦。Later。来一串。哈哈，过瘾开心。第三款武汉热干面，可真香啊，姐妹们！最后一款最爱的麻酱面皮。麻将系列全满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哈哈哈哈。最后再来喝一瓶椰奶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